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怎么样？你确定你一回到寝室就把钱放回内务柜，除了洗澡都没拿出来吗？应该吧，这么大笔钱我也不可能乱放啊。原来如此，谜题全都解开了。什么？真相只有一个，这是一个密室窃盗案件。密室窃盗案什么意思啊？谁啊？我们的寝室平时不关也不锁，但是只要这样子，内务柜里面就变成一个密室了。哦，有道理，钱一定是这样被拿走的，厉害。他怎么拿？要成功的从这密室把钱拿出来，第二个方法就是打开它。我以为这道理讲，我个仔好像手劈出来。这不是重点，我们平常生活作息、起床、吃饭、尿尿都在一起，有谁可以落单去拿这个钱？贼一定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钱拿走，而且他的背影一定跟我非常的像，所以他去翻吴用的内务柜，没有人会怀疑。根据我的研判，这个人就是伟弟。大同，有没有讲错？没有错，就是刘伟弟。刘伟弟，刘伟弟，给我出来哦！别装没听到哦！两个人长得都很像，就可以陷害我。刘伟弟都已经退去了，你还刘伟弟？哎，大同，要装柯南，智商也要高一点啦、啊。原来不止样子长得像小孩。智障还是第一常人的马来貘啊！你跟刘伟弟背影也很像啊！你好啦，我真正就是讲你是可能结果嘞，清白痴。好啦，你先困啦，我待下再想办法啦。啊！哎，哦，别惊我啦，我是讲你挂目镜变较厉害。结果嘛是真白痴，啊，搁有啊，黄北长爱记恨我，卖我叫骂。好啦，阿刚爱困啦。到底以上提吴用的钱，就老老实实提去军官院做去，卖受害啦。